十多年来，花旦乡中正社区的居民，每到冬天，都会当免费品尝到美味的青菜。这是由中正社区环保大队长所发起，每年在二季稻作收割后，提供田种菜，免费提供居民自由饭。时间还未到，已经有真侪乡亲坐伫田边，准备要挽这上青的鸡蛋啊！花旦乡中正社区十几年来，每到冬天的时阵，就会上演这款的抢菜、挽菜画面。这是由花旦中正社区环保大队长，也是前村长李秋东所提供的。伊为着要回馈乡亲，每一年拢会提供免费的蔬菜，予乡亲来享用。每年吼，拢这个冬尾时啊，冬尾时啊，田空田，啊，也一寡菜哦，予乡亲吼，跩乡亲，因为乡亲大家真疼我，真疼惜我，所以我心甘情愿要种予大家办安尼，啊嘛感谢跩农民个照顾。感謝我們希望立委給我們關心，對大隊長的用心提供這健康無毒美味的蔬菜，也讓鄉親很感動。花旦中正村的前村长吼，咱的李秋东李村长，已经做十多年啊吼，就是伫咱的田休耕的时阵吼，种一寡芥蓝菜，啊个白菜吼，啊个油菜花，予咱的村民吼会当伫这个时候哈，来采收哈，啊，今仔日哈，拄啊好开园，开放予咱的村民来采收，啊，所以哈，咱即将哈欢迎咱中正村咱所有花旦乡的乡民哈，大家一旦做回来啊，来采收最新鲜、最好吃的蔬菜。咱的李秋东哈，李村长啊，伊那是伫社区哈啊做即个环保志工啊嘛。提供吼咱的这个上盖好、上盖好食的这个这个有机蔬菜吼，和咱的村民来采收。所以吼，伊本身人真热心，啊，对咱的这个社区吼嘛，这个愿意付出哈。所以咱即将吼，咱真感谢咱的李秋东李村长。为着能品尝到这美味的鸡蛋啊，唔呐在地中正社区的乡亲来接晚菜，连彰化市甲秀水毛乡亲特别专程来接晚菜。就是为着要品尝到这上青上幼的幸福蔬菜，新彰化新闻白明玲花旦采访报道。